你不许杀！你叫郑谦。嗯，我可以跟你走，但是我有个条件，你们在我的酒店里不许伤害任何人。好啊，小弟，别动，待在这儿，一会儿去医院。这个人飞得很厉害，没必要跟他硬拼。 大家不要害怕，我很久没出去坐船了，吹吹海风也不会有什么事。我说兄弟啊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这位呢，是我未来的船长夫人，她身上的首饰你就别惦记了。那个大哥，我们走吧。 等等，从大门出去，太容易惊动巡街的警察了吧？你这儿不是有一个小门通往你的老宅吗？那里街道寂静，去海边也方便。我已经踩过点了，带路吧。 我是星洲的白天女化身，你绑架我上船，不怕诅咒吗？海风会吹断你的桅杆，闪电会劈开你的甲板，海浪会吞噬掉你的船。可是我们海盗不信白天女，我们拜的是海神。你要不要试一试，看看到底是白天女厉害，还是海神厉害？ 一个女神，加一个男神，也许他们会相爱，生出一个小神仙来。请吧，夫人。哎，你们两个。 跟着干嘛？她是我头家，你不能带她走。我，你这个女工，要工钱不要命了。回去。两位兄弟，走吧。